兄弟们，听说雷克萨斯 ES 优惠爆炸了，我来雷克萨斯 4S 店尝尝咸蛋，我看怎么事儿。ES 目前优惠按揭8万，等额本金一年利息4个点，不是那种前置利息的啊，兄弟们，这点还算可以。刚才跟销售老师聊了一下子，这玩意儿年底换代了，明年年初就能看到新款。如果说你现在考虑亚洲龙顶配的宝贝们，真的可以研究研究雷克萨斯 ES 200。现在260停产在售，已经没有车了。你像我来这个店，2个月前他就没车了。如果宝贝们你们现在还能找到260的版本的雷克萨斯 ES， 且你喜欢丰田或者雷克萨斯，这玩意儿是你心中的执念，研究研究整一个没毛病。毕竟你以后买不到 AT 变速箱的雷克萨斯 ES 了，在国内，雷克萨斯的其他车型也没啥可看的。虽然现在也有降价降爆炸的，但是我丰田视频前各位2、3年前买雷克萨斯的车主们，懂车帝降价排行榜啥你就千万别看了，我怕你气得蹦起来。曾经的雷克萨斯加价有多么的辉煌，现在就有多么的狼狈。ES 都优惠8万了，天都塌了。我都不敢想现在手里有二雷克萨斯 ES 的车商老师，这不得把我八字抠出来偷偷的暗算我。点赞关注，祝你发财，越来越好，马马等等一路长虹，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，身体健康，福如东海，每天带你们了解新车二手车行情。你切记，我相同预算 B 级车，我必敢奔驰 C。想要了解到底哪台车卖得好，可以打开懂车帝排行榜，选择销量榜，就能看到海量汽车的真实销量排名。